阿玛，慢点，小心点儿。公主，快走！师父，走，走啊！ 阿瞒死了，至亲至亲的最后一个人也死了。人世间再无父皇、母后、兄长的疼爱，夜路漆黑，阿瞒，停下来等等我，等等我。我们家子辰阅历比你强。 你呀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先生。 我是活不下去了。现在你还不是灰心的时候。你若死了，还如何报仇呢？报仇？我又有什么能力杀尽那些妖魔呢？ 这世上，有一种叫灵灯的法器，它能收容妖魔的灵力。若是点亮它，更能够收取这十里八荒的所有妖魔的灵力。只是要点燃它，你就要和它签订血契，最终。 必是以灵即灯，灰飞烟灭啊！我要去寻灵灯，我要杀尽天元国的妖魔，我要杀尽全天下的妖魔，为父皇，为母后。 为兄长，为阿玛，为所有被屠戮的离国人报仇。
殿下，请师父授我法术，助我找寻灵灯，报王国的血海深仇，拯救离国黎民百姓。殿下，殿下，快快请起。若要取灵灯，殿下要做的就是忘掉自己的身份，隐姓埋名，好好活下去。从此，这世上再无大力帝女。赵管事，这儿再加点，快快住手！啊，赵管事，小心你的小命。这墙上所刻的可不是普通花纹，是符文。符文？刻这做甚啊？这还不是为了防咱们这些下人杂役。我自幼听说啊，这香曲山弟子个个都稀世俊美，很是仰慕。我求了父母大半年才上的山来，可谁知来了很久，连个仙人影子都没见着。我当时就想啊，他们呀，好像被咱们看一眼就能得上隐疾似的。那赵管事，您最后还不是得偿所愿了？那还是个下人呀，但能看见仙人呀。管事，您这瓜子壳还不打扫干净了吗？快点。哦，这墙这么高，就算没有符文，咱们也飞不上去啊。哎哎哎！仙人来了！啊，等等等等！仙人来了！仙人来了！哇！快点走！这是仙人啊！来来来，这就是仙人啊！够了没有？还不赶快干活！下个月白河龙王就要来了，要是有任何闪失，我和你们都要被赶下山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干活啊！妹妹，我今儿肚子有点疼，北殿那边又催得紧，明早洗完又要送过去。哦，没事啊，姐姐我帮你，下午就去取。哎呦，那感情好啊。啊，景城妹妹，上次你帮我做的鲜花饼，西殿又点名要了。刚好我要再做一些呢，姐姐要是有空的时候，教教妹妹针线活吧，姐姐的针线活在香曲山上要是称第二，那没人敢称第一的。一定一定，妹妹真是人美嘴甜。春姐，他们又找你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小事儿。春姐。你最近这个手头有没有宽松一点？不宽松，不宽松。啊！你又怎么了？你又看上哪个小哥了？上次送那个雷小哥那个，何不他收了吗？
我提这些凡夫俗子。你这次一定要帮我，一定要帮我。说不说话，什么事儿？下个月，白鹤楼王就要来了，那里就是让赵管事清点一些外围杂役，要进去帮忙呢。啊，那里，嗯，你说的是香曲山仙家福地？对对对对对，别看着大家表面上都装作没事儿，那私底下可都在搞小动作呢。嘘，小声点吧你。这是什么？我看这个赵管事，成日间就喜欢吃这个凌鱼城的鱼皮瓜子，我就特地让人从那个山下带了点回来。川姐，你也好好为自己打算打算，你那么能干，要是成了那事业，那肯定能成大器的。说的有道理啊。嗯。